泰国现任自由和泰党的党主席，同时也是泰国前副总理、旧前经政司长舍利皮素，在十二号传来的泰国上首国庆旅游团到嘉义县来参访。这一届特别和县长翁章良和嘉义县政府的团队互动交流，双方就观光的方面来交换的想法和意见，同时也对着未来国际观光的合作来提出的看法。嘉义县长翁章良特别赠送嘉义优质的高山茶和高山咖啡，和来自泰国的贵宾大力来推销，这是来台湾一定爱买的伴手礼。县长翁章良向泰国的贵宾来介绍，阿里山是台湾上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阿里山海拔大约是2200公尺，对平地出发，沿着山路到阿里山，沿途会使感受到海拔、温度，还有山峦的变化。远古内底会使欣赏到快木的神木群，现在对日本的城市有真济快木，就是当时日本统治时期对台湾加以运过去。欢迎大家有机会各家带朋友来铁佗。这次泰国我们世事会跟我们以前泰国的前副总理来参加我们台湾的国庆，那特别安排到阿里山来做旅游。那实际上泰国也是一个全世界有名的旅游景点，那像台湾人很多人很喜欢去泰国，那我们也希望泰国很多的好朋友那有机会可以到嘉义、那阿里山、故宫南苑，或者是到布袋跟东石来甲鹅啊，那所以今天很高兴那看到他们一行人那对台湾那金门们充满的好奇，那也很喜欢去到他们听过很久的叫阿里山这样的景点，那我们希望我们的阿里山的景点能够带给他们一个非常愉快的假期，也可以让他们整个在那个地方可以喝到我们的好茶、我们的好咖啡，还有我们的好的风景都可以款待他们。馆长翁章良也推荐到嘉义阿里山一定要品尝高山咖啡，还有高山茶，鼓励贵宾难得来到台湾的嘉义，一定要多买一挂伴手礼回去。嘉义的茶交咖啡生长在海拔900到1500公尺，因此向成为高山茶还有高山咖啡。嘉义的咖啡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的竞赛，都是拿到前几名，品质是相当的优越。世新新闻中心嘉义县蔡宏报道。各位乡亲大家好，那这段时间因为是登革热流行的时阵哈，就登革热流行的县市那基本上大家拢真紧张，那希望能够把疫情整个压下来，那不至于扩散。大家知影，台湾的方法除了是咱大家合力，不要让它再滋生以外，那就要配合一些所谓的药剂然后来做扑杀。所以你定看到有车伫外口咧喷但是蚊仔嘛可能飞到你厝内底。所以处理了，店嘛爱处理哦。伫这个非常的时期啊，可能造成大家足侪无方便，所以伫遮感觉非常的歹势，那造成你的困扰。但是嘛，更忙咱的乡亲时代，会当配合所有遮的工作人员，那好啊，将这件代志做好，安尼才会当互家己平安。